What we do here is go back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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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ck.现在看到这只黑豹啊，哇，它售价不便宜啊，这只黑豹24万，可是啊，它身上的纹路做得很棒哦，它姿势啊，姿势也很霸气，真的很不错。看到这只小只的这个钢铁了，超 Q 的啊，也做的虽然很 Q， 可是也做的很精致哦。这个口袋真的不够深的人哦，看看就好了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蚁人啊，哇，真的很棒！蚁人的电影我知道，在美国，其实蚁人的电影在美国会比其他英雄系列来得红。嗯，我曾经有看过这个报道，只是在我们亚洲地带它没有那么红。它这个蚁人做的也很棒，它的衣服啊，那些网状，哇，真的。就像真的人穿上去一样。啊，现在我们看到呢，一排都是钢铁的。现在呢，我们看到好几只钢铁人。啊，钢铁人他的细部也做得很好哦。哦，看到每一只的售价都一二十起跳啊。这讲真的，如果是富二代的话，啊，钱包啦，钱包啦，不挑不挑，钱不带来我家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美国队长，哇，超屌！据说他也是1:1啊，但是我觉得美国队长有那么瘦小吗？他比钢铁人他还瘦哎，但是真实的情况没有看过本人也不知道，哈哈。但是真的做得很棒。衣服线条跟肌肉的线条，哇，做得很好。
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啊，哦，无敌铁金刚，哇靠，这个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啊。我看到的第一只啊，它是原型啊，因为无敌铁金刚它有很多集，也很多系列，这个太详细我就没有看到那么仔细了啊。但是真的看到就是想手痒，因为做得很棒，很想拿来摸一摸，玩玩把玩一下。OK 啦，那这个欧亚英雄馆呢，其实如果你有到大坑风景区来逛的话，那又喜欢这些公仔的人，真的很适合走一趟，因为它不用门票，哦，你也不未必说要消费才能观看，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哦。那有过来那个大坑风景区呢，就过来走一走吧，晃一晃。好喽，那我们的影片就做到此了。那喜欢此影片的，请下方帮我点个赞或按个喜欢啊，顺便帮我的影片分享出去。那想要追踪本频道的，请按订阅哦。OK， 我们影片做到这啦，大家拜拜喽。